找到根本了之后，我才把手放下。三鼻子，把自己多一点起来，呼，不管了之后是吗？是来的。OK， 你看我坐这钢管的，屁股不要跑来跑去，屁股在中间的 ，OK。Arch back， 然后再坐远一点，脚出来 ，OK。你看啊，我的手去找钢管，手去找钢管 ，OK。找到钢管了之后，我才把手放下来，然后放 forearm， 让我屁股摔下来一点，屁股摔下来了一点之后是吗？左脚去勾。踩那个勾，屁股推出来一点 ，OK， 膝盖去找胸部，脚直 ，OK， 然后就可以慢慢的，对，下来。